是苦豆冰呗。哇，这个看着很香 啊，这个。这是用苦豆做的，它是原味的。原味哈、啊啊，对。这是馓子。馓子啊，对，馓子。对，馓子。这兰州人都爱吃馓子。馓子，对。对，这个脆脆的香的。这个。这是小面豆呗。我、啊、在这个哥，这是甜的。这是甜的酥饼。酥饼。哎、啊，对。嗯、豆沙做的。就是跟面包店卖的面包一样。对对对。哦、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，老板？这是千层饼。千层饼。哎，对。这是用什么做的？面粉。哎，对，面粉。里面加的是红曲、苦豆、玫瑰酱，哇、啊，这是烤烤箱烤出来的。哎、啊，对，这是白的，啥都没加，白的哈，原汁原味啥都不加、啊。就有些人喜欢什么都不加的。对对对，原汁原味的啊，这是我们这个特色呗。这是玫瑰，哦，烤馍叫玫瑰啊，对，烤馍，小烤馍，小烤馍，对对对。老板，您叫什么？给我介绍一下。我姓周，姓周哈、啊，周大哥。啊、对、哦，咱们这家店是做的是馍馍啊，馍馍烤馍、哦，烤馍饼。我看种类很齐全。啊、对对对、啊。今年多少岁啊？今年49了。49岁。哎、啊，对。从事这个行业多久了？已经15年了吧。15年了哈、啊。对。当时是多少岁介入这个行业的？24、25。24岁。嗯、啊。我看咱们这个整个的品类特别的多，虽然说我们这个店小啊，但是这个品类非常的多。对、啊、对, 对对。有多少种品类？有15种。15种啊，15种，兰州人最喜欢吃哪种？哎，哪个都好吃，都好吃，哎、不是都有不同的口味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.5块，2.5块一个这个。啊，对，我大的这个一个5块，这么大一个才5块钱。哎、对，哎呦，这个馓子已经12，12块钱。哎，对，这个面豆也是十二哈。哎，对，这个千层饼也是12，已经12。哎，对，哎呦，这价格也是5块，都是这个3.5块，这个2.5块，2.5块，大的这个5块。怎么样？这几年做好不好做？还可以。还行 啊，我看这是老店嘛。对，老店，很多咱们兰州本地的用户、客户哈、啊，对，他们为什么要来吃咱们家呢？因为味道好，就是味道啊，质量好，质量好啊，对。为什么您一直坚守质量呢？做这个生意要讲诚信呗，对吧？讲诚信 啊，对。现在孩子几个呀？孩子3个，3个孩子都在这边吗？啊，2个在这边，2个在这边啊，1个在到青海去发展了。现在是几点开始做这个呢？我们早上5点，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啊，对，就是揉面这些哈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到几点就开卖？啊，5点6点就有了，6点开卖、啊，对，然后卖到几点？晚上8点半。咱们这家店呢叫周家馍馍店。